假设这个宇宙中有平行空间的存在，而当处在平行空间的另外一个你来到布达佩斯的时候，发现国会大厦是这个样子，又或者是这个样子，那你是否会感觉有些失望呢？Hello， 各位喜爱旅游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这一期的微图带你游欧洲。今天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布达佩斯非常著名的景点，也就是我们面前的国会大厦。这号称是欧洲大陆上最美的国会大厦建筑，也是2017年被 TripAdvisor 评为最受欢迎的十大地标景点之一。这个视频包含了国会大厦的景点讲解、周围景点的相关介绍，还包括公共交通和停车信息，附带还有周边相关配套设施和等等实用信息。如果你喜欢旅游又不想花时间做攻略的话，那这个频道的视频一定适合你。 OK， 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OK， 我们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国会大厦的地理位置。国会大厦地处多瑙河的东岸，也就是佩斯这一边，与布达佩斯另一处非常著名的景点渔夫堡隔河相望。国会大厦所处的位置在布达佩斯的市中心，所以距离市中心其他几个景点都非常的近，例如有圣伊斯特万圣殿、塞切尼链子桥，还有就是位于步行街瓦茨大街开头的布达佩斯之眼。这几个景点距离国会大厦都在1公里的步行范围之内。在国会大厦北边的则是当地非常出名、游客却不多的玛格丽特岛。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匈牙利要建设这么一座国会大厦。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认为茜茜公主对匈牙利国会大厦的落成有着莫大的联系。我们知道，匈牙利自从1526年被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之后，一直都在寻找可以独立的机会。而茜茜公主因为非常喜欢匈牙利，所以平时非常维护匈牙利的权益。Um ihrem Land die Gleichberechtigung wiederzugeben. Damit aber das Wort Gleichberechtigung kein leeres Wort sei, möchte ich Sie und alle aus dem Exil heimgekehrten Ungarn.再加上安德拉什伯爵和当时匈牙利的司法部长 Diak Ferenc 的努力下，促成了1867年签订了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从而形成了二元君主制的国家政体。而茜茜公主也在1867年成为了匈牙利的皇后，而她的丈夫弗朗茨约瑟夫也成为匈牙利的国王，并且在渔夫堡的马加什教堂里举行了加冕仪式。所以在这个时候，匈牙利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于奥地利帝国，所以他们需要拥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法规和一系列的政治体制，而制定这些法律法规则需要有一座具有象征独立意义的建筑，这也促成了匈牙利人建设属于自己国家的国会大厦的念头。匈牙利国会大厦从1881年开始动工，本来是为了赶在1896年匈牙利建政1000周年之前完成，但是到了1896年只完成了一部分，全部工程一直到1904年才全部完成。最开始匈牙利进行了一次国际性的国会大厦外观设计比赛，总共收到了19份的设计方案。结果有一名叫做 Imre Standu 的匈牙利设计师的方案被采纳，而另外还有两个设计方案后来也被采纳，作为匈牙利的民族学博物馆和匈牙利的农业部的设计方案。而这两座建筑也被安置在现在国会大厦的旁边。也就是说，如果当时 Imre Standu 的方案没有被采用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匈牙利国会大厦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又或者是这个样子。匈牙利国会大厦建筑的设计融入了欧洲历史上多种的建筑风格，它的外墙是巴洛克式风格，而在它的顶部又融入了很明显的哥特式风格，而在建筑内部的天花板又融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元素，这也令国会大厦建筑成为了欧洲最富有艺术感的建筑之一。
整体设计方案有许多人认为它参考了英国伦敦的国会大厦设计，在尺寸上它是欧洲第二大的国会大厦建筑，仅次于罗马尼亚的人民宫。国会大厦长268米，宽123米，内部包括了10个庭院、13部电梯、27个大门、29个楼梯，还有691间客房。而建筑内部所有走廊总长度加起来超过有20公里，并且使用了超过3公里长的红地毯。它的高度是96米，和布达佩斯的史蒂芬大教堂也是同一个高度。而96这个数字对匈牙利有着非凡的意义。匈牙利在公元896年建国，所以在1896年见证1000周年的这个特殊年份，国会大厦选择了96这个数字作为它建筑的高度。整个国会大厦建筑里里外外共有242尊雕像，建筑外部的雕像主要是展示了匈牙利历史上的统治者、领导人，还有一些著名的军事人物。而在建筑内部的雕刻则用来代表匈牙利不同行业的人民。 OK，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怎么参观国会大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购票的时候，如果你是旅游旺季来，我的建议是无论多少人最好都可以提前在官网预订好票，因为每天参观的人数是有上限的。而国会大厦也提供多种语言讲解，而门票价格会由于季节不同而有所改变，具体票价和参观时间请参考国会大厦的官方网址，我已把链接放在下方说明栏里。进入国会大厦前先要过安检，过完安检后会发给大家一个讲解器，然后有专人带领参观国会大厦，参观时长大概在1小时左右。国会大厦内部除了一些特定区域外基本都允许拍照，向导会在进入前提醒大家。接下来我们将带大家去看一看矗立在国会大厦周围的这几座雕像，我们将从国会大厦南边的这座雕像开始给大家一一介绍。首先在国会大厦南边多瑙河旁边的楼梯上有一尊坐在地上的雕像，他的名字叫 Attila Yusuf， 他出生于1905年，在20世纪是匈牙利非常出名的诗人。他17岁的时候就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诗集，3年后出版自己第二部，2年后也就是1927年，他的诗歌已经被刊登在法国的报刊上。他是匈牙利第一个描写工人生活的诗人，他的诗歌主要表现一种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使他的作品呢在当时让人们觉得可以产生很多优美含蓄的意境。继续往北走，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尊高大的骑马雕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久洛安德拉西伯爵，就是那位与茜茜公主、奥地利皇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他在1867年担任匈牙利王国的总理和奥匈帝国的外交部长，1865年他被任命为匈牙利王国的议会副议长，并且在第二年任命为制定1867年奥匈折中方案委员会的主席。而在奥匈帝国成立之后，匈牙利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任命他为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所以在他雕像的底座上，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茜茜公主和弗朗茨·约瑟夫加冕成为匈牙利皇后和国王的浮雕。而在另一边的浮雕上，则是安德拉什作为奥匈帝国的全权代表，在1878年参加的柏林会议。会议主要是确定了当时波斯尼亚的行政管辖权归奥匈帝国所有。这尊雕像在1945年被当时占领匈牙利的前苏联军队所拆除。他们把这尊雕像给融化，然后把融化的铜制作了当时的斯大林雕像。而这尊斯大林雕像在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革命中被当时的青年学生所推倒后拆除，后来匈牙利政府又按照原来的样子重新恢复了这座雕像。我们继续往北走，就可以看到在草坪中的另外一尊骑马的雕像，他的名字叫 Ferenc Lakatosi， 他是马扎尔人的贵族，也是18世纪马扎尔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在1704年到1711年间，他带领着匈牙利人发起了拉科吉独立战争。
这场战争是匈牙利人第一次以推翻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在匈牙利统治为目的的独立战争，所以拉科奇也成为了匈牙利的民族英雄而受后世敬仰。虽然战争最后被奥地利军队镇压下来，但是奥地利也被迫签订了沙特马尔合约，从而恢复了马扎尔贵族的许多古老的自由权利，这个匈牙利带来了长时间的和平时光，而他的头像也被印在了匈牙利五百福林的纸币上面。继续往前走，穿过国会大厦面前的这片空地，在另一边的草坪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排白色的雕像。站在正中间的这个人，他是匈牙利1848年第二次进行独立战争革命的领导者 Kossuth Lajos。当时他担任匈牙利新政府的财政部长，后来担任在奥地利军队入侵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在这场第二次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独立革命中， Kossuth Lajos当时已经成功击退了奥地利军队，但后来奥地利军队联合俄国军队反攻，并且镇压了这场革命，而 Kossuth Lajos 之后被迫流亡国外，最后在1867年死于意大利。而很多人认为他所带领的独立运动的影响力远远要大于拉科奇所发动的那场独立运动，因为前者是为了匈牙利所有人争取平等的机会，而后者只是为了匈牙利的贵族来争取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权益。所以当我们在匈牙利旅游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科舒特的雕像，还有很多以他命名的街道或者广场，而我们现在看到国会大厦面前的这个广场就是以他命名的，叫做科舒特广场。而匈牙利为了纪念这场革命，把每年的3月15号定为匈牙利的独立日。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雕像已经是第三次更换了。第一次是在1894年科苏特去世之后，在这里树立了一座他的雕像，但是因为雕像人物排列原因，所以第一次的雕像不是很受大众的欢迎，所以重新对他的雕像进行了设计，而最开始的雕像被搬到了距离国会大厦5公里的 Ortsgade。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雕像是在2012年重新设计的，而且并没有改变原来1950年的设计版本。而在1950年安装的雕像已经被送到了距离布达佩斯175公里的 Dombóvári 公园里面。最后我们来到国会大厦北边的一座雕像，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匈牙利总理的蒂萨·伊斯特瓦。他是一个比较拥护二元君主制制度的匈牙利领导人，并且他也支持与奥地利保持和平关系。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到暗杀后，奥地利皇宫内分为了主战派和反战派。伊斯特瓦属于反战派，他认为对于奥匈帝国这个多种族的国家，一旦开战，国家内部的君主制平衡就会被打破，但是如果不开战，他又怕失去和当时德意志帝国的联盟，所以最后无奈选择了支持对塞尔维亚开战，从而导致一战的爆发。可是他却在一战结束的那一天遭到了枪杀，同时那一天也是奥匈帝国解体的日子。最后在国会大厦附近还有一处不是很起眼的景点，但非常建议你走过去看看。沿着多瑙河边从国会大厦往南走，在河边有一排用铁做成的鞋子，远远看过去杂乱无章，但这些鞋子背后却是一段悲惨的历史。你可以把这些鞋子看作成一个特殊的纪念碑。二战期间，匈牙利和德国还有其他几个国家组成了轴心国法西斯联盟。当时匈牙利有一个叫做 Arrow Cross Party 的政党，是当地一个极其效忠并且模仿德国纳粹党的组织。从1944年12月到1945年1月之间，对当地超过2万人进行强杀，其中有3500多人被射杀后推入多瑙河。而在2005年4月16号，由匈牙利导演 János Kántorgai制作了60双形状款式都不一的鞋子安放在这里，以此来纪念那些被枪杀后推入多瑙河的无辜百姓。这些鞋子你可以看出很多都是没有系好鞋带，而且没有一双是整整齐齐摆放在那里，因为当时的 Arrow Cross Party 经常是在晚上冲入房间抓人，然后来到河边处决，所以作者想用这种凌乱的方式来表达当时受害者的无助、惊恐与绝望。你甚至还可以在这些鞋中找到一双小孩子的鞋。
OK， 我们来看看国会大厦的公共交通信息。对于搭乘公共交通的小伙伴来说，我还是首先推荐乘坐地铁或者轨道交通，因为快捷，不会受到上下班和修路的影响。国会大厦旁边就是地铁二号线，到 Kossuth Lyon State 这一站下车，这也是最快最省时间的方法。但如果你有时间，我也非常推荐大家乘坐轻轨二号线，因为乘坐这条轻轨线几乎等同于乘坐了他们的多瑙河游船。多瑙河游船经过的景点，轻轨二号线全部都经过。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游多瑙河，这也不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国会大厦的地铁口，大家就可以找到这样的售票机，单程票价350福林一张，除了单程票也可以买到任何其他的票种。如果大家选择是搭乘公车来的话，国会大厦附近也有很多的公车站，但我还是推荐大家先登录 fuda.bkk.hu 查询自己所在位置到国会大厦的实时公车信息。如果你是开车来的话，国会大厦并不提供停车位置。在视频中大家可以看到，红色区域就是离国会大厦比较近的可停车的街道。但是如果你的停车时间比较长，你也可以选择在自由广场的地下停车场。停车场入口有两处，我已在视频中帮大家标注，同时我也会放在下方说明栏里。在国会大厦周围也有许多的西餐厅和快餐店，或者大家可以走到旁边的 Nardole Street， 这里有许多的餐厅可供选择。对于亚洲游客，我比较推荐的是桃太郎餐厅，而且距离国会大厦只有500米的距离。在国会大厦的客户中心外面有一处免费的洗手间，当然当这里关闭的时候，在客户中心里面还有一处，但是需要收费250福林。OK，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分享、点赞和留言。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感想，也非常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最后，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在大家旅游的时候提供一定的帮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